原标题：历史上的今天，戴安娜王妃魂断巴黎。1997年8月31日，英国王妃戴安娜在巴黎塞纳河畔遇车祸身亡，年仅36岁。戴安娜所乘的奔驰 S280 轿车于阿尔马桥隧道中失控撞上水泥柱。图片来源：汽车之家笔者。大致回顾一下戴安娜王妃的过往经历。戴安娜1961年7月1日出生于英国贵族家庭，她的父亲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侍从官。早先戴安娜是英国伦敦的幼儿园保育员。1977年她因一次救会和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相识相爱。1981年7月29日和查尔斯结婚，成为威尔士王妃。1996年7月21日二人离婚，不过仍然可以保留殿下称号。1997年戴安娜王妃在法国巴黎发生车祸并丧生。那么这场车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戴安娜王妃童年时期照片。戴安娜王妃与威尔士亲王查尔斯婚礼现场展开全文。戴安娜王妃一家具资料记载，当时她与男友多迪法耶兹是为了摆脱狗仔队的围堵，在一条隧道内发生车祸，车上共四人，其中司机哈利保罗和戴安娜男友当场死亡。戴安娜王妃受重伤被送往医院不治身亡，唯一幸存的是他们的保镖。这场车祸一直备受争议，苏醒后的保镖表示对这场车祸没有任何印象，也让此事扑朔迷离，其中不乏各种阴谋论，如英国皇室不认可戴安娜与其男友多迪法耶兹的恋情，遂叫人将其谋杀，还有说法是司机保罗酒驾超速引发这场车祸。更令人对此事产生怀疑的是，戴安娜王妃生前曾预言死亡。英国《每日镜报》曾报道，戴安娜王妃的前管家保罗·伯勒尔在皇室职责中提到，戴妃曾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说，有人正策划一场车祸将他置于死地。总之，这位1981年嫁入皇室后在16年的时光里一直备受瞩目的王妃悲剧性地走完了其短暂的一生。他曾在遇难前六小时接受过一位记者的电话采访，说过这样一段令人深思的话：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真正的爱情，结婚以后我将过一种真正的普通人的正常生活。英伦玫瑰已然凋谢，她的美丽形象永远定格在人们心中。文员李聪审任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